阿迪啊，这样浪费酒的啊。现在的年轻人哦，都草莓族啦，抗压性啊，一个比一个差。你在讲什么啦？我认识你吗，大叔 ？EQ 也不怎么好，爸妈不知道怎么教你。警告你，不要跟乱讲话。我甘愿像个风筝，被你拉扯。他叫小尼，对吧？兄弟，想不想听个故事啊？曾经有这样一个人，为了工作搬到了高雄，也认识了一个女孩，但当时她年纪轻轻，没车没钱没房，怎么娶人家？后来当她努力的赚钱，再努力的存钱，却没办法再爱了。什么叫做没办法再爱她？不是都说要娶人家了吗？你知道当你跟一个女生交往快五年，才发现有一个交往快七年男人，心里有多痛？他懂什么叫爱？当他聘金都准备好，结婚戒指也买好了，女孩子宫颈癌第三期，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其他器官。如果你想从这边直接跳下去的话，我也懒得理你。只是有人说，如果你是自杀死的，下次睁开眼，还会在死去的地方重复着死去的动作，在每天的同一个时间。最重要的是，怎么样也走不开，你只能一直待在这，待到你女朋友老了、死了、投胎了，你还在这边傻傻的跳，值得吗？可是我很爱她。那你干嘛死？又不是他死了，你要跟他一起？没了啦。干嘛不多买一点啊？你自己不会去买哦。谁啊？我女朋友啊。接啊。干嘛还愣在那？快接啊！跟我讲清楚，快点接啊！你不要吵啦。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阿南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骗你说我是单身。我们分手吧。阿南。哎、欸。